用共用这个 building， FDA 才能 approve 重新建一个新 building。如果没有这种资源的话，我进到这儿之前呢，我是想在 Port Health 里住一个 I M。后来就是因为 FDA 看嘛，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，没有 public water， 打井 ，FDA 每个季度要来查你一次化验，然后这个钱还得你交，一次就3000多块钱。你过完格就给你关掉。华斯是这么的，我们是这个每个季度。